咱现在的话，打开是总共有三根杆儿，然后把第一根杆儿拿着，然后把画面拿着。这地方朝上，然后把它穿进去，然后把第二节依次给放上，然后是以上面这个部分看清楚一下，直接穿进去。然后第三根杆依次也是这边。下面有一个挂钩，要把咱这个气格直接给挂上。挂上之后，然后拉到咱平整的位置，然后拧紧就可以了。